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啊，各位，咱第二十一届哈，民政府这校园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哇，昨昏到今仔日呢，真寒嘞哈。哦，毋捌拄到遮寒啊，讲吼，啊，台湾的寒天到啊啦吼，啊，所以各位有较辛苦吼，昨昏困伫即个所在，可能困袂好势，哦，真寒吼。啊，听讲发新的棉被呢吼，讲啊有较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是啊，佫袂歹啦吼，啊，古早都无遮好讲啊吼，即摆较好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拄拄啊吼，啊何瑞元先生啊讲真济吼，啊时间讲过头的吼，啊所以咱较慢开始啦吼。啊，我是姓郑吼，郑自在吼。啊，今仔是要讲即个日本时代甲即马吼，啊即个是安怎吼？台湾人怎样拍拼？啊，到现在，啊，台湾的这个地位啊，拢无进展安尼吼，到底是安怎？吼，啊，最近咱也了解吼，美国伫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军队吼，开始讲要撤退，到明年底吼，这个伫伊拉克就撤退吼，啊，这个伫阿富汗。阿富汗的这个军队也要撤退吼，啊，伊的意思，美国即卖军力吼，要转移来这個太平洋，吼，啊，所以即卖伫澳大利亚吼，一个北部一个都市叫做达尔文吼，开始要驻美军，准备驻2500个美军吼，啊，即卖已经差不多200个已经到啊咧吼。所以美国以这个全世界军力吼，渐渐转移来太平洋，吼，啊，这真清楚，就是讲台湾的这个地位吼，渐渐会得到改变，吼，啊，前拜五拜四吼，啊，咱知影美国的国务卿Clinton 吼，啊，拜访这个咱那个缅甸吼。因讲罗马吼，啊，伊这军政府叫做米亚马斯吼，说两个名吼，米亚马吼，去拜访一个所在，啊，拜访翁山苏起吼，啊，佮亲自去拜访伊翁山苏起大个所在，吼，啊，表示美国有重视这个反对运动的领袖吼，这个女性吼。翁山苏起吼，和这个缅甸的军政府个关啊，包括软禁吼，将近20年吼，啊，即马个放出来安尼吼，啊，这个缅甸的军政府统治缅甸活将近50年哦，但1962到即马吼，啊，佫是军政府咧统治缅甸吼。啊，即摆美国开始注意缅甸吼，啊，即、这个美国的即个国务卿第一摆啊拜访即个缅甸安尼吼，即、这个、特别有即个意义啦吼。啊，即、这个翁山苏姬吼啊有迄个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吼，啊，伊有声明讲伊会参选缅甸的即、这个。啊，立法委员啊，是讲参议员，哦，啊，将来有可能是缅甸的这个领导者，哦，所以这值得咱大家诶注意关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军政府将来会演变作吼，诶、哦、民主化，会开始选人的总统，但是无同的，就是讲罗马吼，伊、哦、是一个国家。哦，一个主权的国家哈、哦，啊，台湾诶，明年正月14日嘛要选总统呢，
但是台湾毋是一个主权的国家，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照讲呢，咱拢互教育讲，咱嘛咧喊人选总统，其实毋是，咱毋是咧选总统，是因讲的啦吼，是咧选照关台湾关的法讲起来呢，是咧选台湾治理当局。即个恁领导者，还是咧选局长吼，伊毋是咧选总统啦。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吼，咱了解根据即个旧金山合约，伫1952年签的吼，是日本放弃对台湾所有的管理吼，台湾的主权归属什么人？条约内底无讲啊，所以台湾的这个主权，由原即马伫虾米人的手内呢？照这个林志升先生的研究呢，应该还阁是原来日本天皇的手中啦，吼。所以主权这个物件吼，甲咱所了解吼，这个不动产，咱拢知影这个不动产的厝吼。诶，这个管理的转移有小可小同啦吼。比如讲，我一间厝咧吼，一间厝要卖予谁，一间厝要过予谁，一定这个所有权爱转移啊，这个名爱转过啊吼。比如讲，我有一间厝，我讲我要放弃这间厝的所有的管理吼，这间厝你要安怎处理，随在你会产啊。吼、哦，就变成使用权，别人会上使用啊。但是呢，所有权你若无去变更，无正式的手续，所有权嘛是还佫我的啊。所以相同的道理吼、哦，台湾的这个主权、有权还佫伫日本吼、哦、的手中啦吼、哦。所以即马的情形大概是安尼吼。我即马。大概来介绍这个吼，早期台湾人的留学生吼，去世界各国去留学，去从事台湾这个独立运动吼，到今嘛，一直到这个1970年，咱可能有诶捌听着吼，1970年4月20日伫美国吼。有一个市长的这个事件，这个参与吼，就是我本人吼，甲这个黄文亮先生啦吼。我本人是台南人，台南市的，伫遐出世，一直到大学毕业做兵了吼，较第一摆离开台南吼，来台北吃头路安尼，所以一直拢伫台北，拢伫台南吼。我读的是我出世是日本时代哦，1936日本时代一直到这个1945吼、我这个国籍和这个国民党改做中华民国的国籍吼、我读的是较早叫做台南工学院啦吼，即马叫做台南成功大学吼、我是读建筑系。我伫下年内底即个建筑设计会袂歹吼，所以即个下主任呢，我要毕业的时阵，大师吼就甲我讲，你即马做兵了吼，较转来咱下年吼来做助教安尼吼，我听着真欢喜呢吼。伫我是1959毕业的啦吼，六零年代台湾的经济吼无真好。头路真歹找，毕业了后你讲要找一个头路吼，非常非常困难。所以我毕业了做兵了，会当去下联做助教，真好啊吼。所以我着做兵，当时去做，阮迄阵是抽签的啦吼，阮是做海流啊吼，海流也是真辛苦嘞吼，叫推甲嘞吼，但是做单活啦，单活尔尔吼。了就回去下面做助教，做头两礼拜了呢，
学校内底教务处就叫我去啊，讲你袂使做助教安尼。我想讲奇怪咧，你连咪讲我会使，怎么阁讲袂使？到底是安怎呢？吼，尾仔甲发工呢，因为我无加入国民党，所以袂使去做助教吼。因为我大四的时阵吼，有一个咧教水彩的这个教授。伊是中国来的吼，姓马吼，行我袂歹，因为我水彩嘛画了袂歹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咧用脚踏车吼，佮载伊教我写生啦吼，因为中国来袂啥样骑脚踏车咧吼，所以行我真好啦吼，所以大学四年的时阵要毕业的时阵，伊就摕一挂表来吼，要叫我填嘛咧吼。伊讲你即马甜甜的吼，你以后要出国，足方便的吼，以后若转来，找头路也真方便安尼吼。咱迄阵少年还佫正直的吼，我想讲，你入党安尼吼，遮侪方便，无入党的人呢，遮侪无方便呢吼。我想讲，安尼唔对咧，所以我会拒绝啦吼，拒绝。变作这有一个记录吼，记录就是讲你拒绝入党，安尼就足无方便啊吼，连助教嘛袂使做安尼吼。即摆个想起来吼，一间大学吼，迄是当然是国立的啦，即摆是国立的吼。小小一个助教，你爱入党吼，你要做一个讲师。要做一个副教授，要做一个教授，做一个系主任，做一个院长、校长。你敢毋免入党？你无入党，哪有可能互你做？所以就是讲，国民党就是安尼透过这个整个的教育系统，来咧控制咱的想法、咱的思想、咱的意识啦，吼。所以。伫台南都袂当做助教，所以我就包好啊款款嘞吼，就来台北啊嘞吼。台北拄拄啊伫中立吼，即马叫做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。也成立一个建筑系，所以有需要助教吼，所以我去啊做助教安尼。就是伫啊做助教的时阵吼。开始申请去美国读研究所吼，迄个年代拄拄啊美国吼提供足济迄个奖学金，互世界各国的即个咱咧讲的留学生啦吼，就是大学毕业的学生去美国读册的即个奖学金，吼所以真济人请吼，我嘛含伊请咧吼，结果我请到美国。三间大学的这个入学吼 admission 啦吼，入学的这个副课啦吼，其中有一间呢，康奈金美人呢，给我这个 full scholarship， 就是全部的这个奖学金。什么叫做全部奖学金吼？就是讲你唔免注册费吼，你也唔免学费。你也唔免宿舍费，吼！你也唔免食饭费，拢唔免。真好康啊咧，吼！啥物拢唔免啊咧，吼！但是台北甲美国，行路袂到咧，吼！台北甲美国爱收水嘛袂到咧，吼！来坐飞机啊，无你坐船啊。但是飞机钱我当害啦，飞机钱要哪来？迄阵是一箍兑四十箍呢，吼、用美金呢，哇！阮一个爸母阮老母就真烦恼即、个囡仔有法度出国，都无机票咧，要安怎呢？吼、所以阮老母吼，将伊个金手指、金破链白白咧安尼吼，摕互我安尼吼，伊讲你这吼、摕去高雄个桥仔头。我一个阿舅伫遐咧开金仔店，伊讲你摕去互恁阿舅吼，换一寡现金安尼吼，所以我会记，迄当时安尼吼，
伫1961年啊呢，坐公路桥会去到桥仔头，啊去换现金吼，啊所以用遮来买机票吼，迄阵真趣味啦吼，真侪留学生拢要出国吼，啊坐飞机呢，坐包机啊，规只飞机拢是留学生吼，啊。啊！迄阵咱即摆想讲，坐包机一定较贵啊，无伫当时就较俗吼。啊，所以我就等台北松山机场啊，啊，直接飞等迄个啊西雅图吼。啊，是安那飞西雅图呢？因为西雅图伫1962年吼，有一个世界博览会吼。啊，世界博览会就是各国吼。拢有挂代表性的建筑物伫遐展览吼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学建筑的来遐看看吼，世界各国的设计是安怎吼，啊，所以我要出国的时阵，伫中原大学迄个教务长呢是美国人，啊，我伊个三思安尼吼，讲我爱去美国读册安尼吼，哇，伊就真好意吼，写一张介绍批。伊讲西雅图吼，伊有一个朋友伫遐吼，啊叫我去西雅图会使去找伊，啊伊会使甲我照顾安尼，哇我真欢喜安尼吼，一张批就递落落地啊安尼，啊就飞到西雅图吼，啊飞到西雅图吼，咱知影伫美国的大都市啊，市内呢拢住一挂遮个较中下阶层的吼。啊，即、这个白领的吼，较薪水较好的，拢住伫都市的郊外，一区一区安尼吼。啊，即、这个朋友呢，啊当然住伫郊外吼。啊，所以就找找哇，找到迄个所在吼。啊，伊当时出国第一摆吼，嘛怣怣的吼，所有的行李呢，拢整整是一架拖拉机内底吼。衫啦、册啦，啥物拢煎落去吼，哇，足重个啦吼！你若阁分做两脚，阁会当掼，吼，一脚外要重死嘞吼！啊，着通迄个山顶，啊，找到即个住址、即朋友个所在，哇，足欢喜个！我电影着甲试啊嘞吼，试几部呢，无反应呢，我呾害啦！啊，即要找来到遮，啊，若无人啊，搭要安那，还阁害倒转去，哇！这就害啊咧！一个呢，有一台车呢，驶过去，啊，佫靠了倒来。伊讲，这个社区喏，一个东方人来遮饲田羊吼，啊，就来甲问讲，啊，你是要找啥啊咧吼？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啊，我就要找这个住址的主人啊咧。伊讲无啦，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 吼，美国的劳动节。全美国拢放假安尼哦，我话即些土气咧吼，伊讲无人伫个，我话当害啊，啊当要安怎？哇，这美国人阁真好咧呢，伊讲无紧，你来带阮兜安尼，哦，即声阁拄着桂林咧吼，哇，哪有遮好康个安尼吼？我一声就甲答应安尼吼，啊，就去因兜住，哇，因兜一间厝啊，大间嘛空空咧，大家拢去度假吼。伊无去度假吼，啊，所以就住在因家。哦，啊，这个美国人真好嘞吼，头一暝安尼看我呢，一个少年囡仔啊，乌打伞安尼吼，啊，佫留一个五分头安尼吼，所以头一暗呢，煎一块牛排要请我呢啦吼。哦，我这心嘛第一摆食牛排呢吼，啊，这个牛排我刀啊、签啊举来就佮切来吼。哇！要是有这牛排弄火呢，火晒晒呢，我呾这是要哪食呢？吼，嘛是切了滴，硬个剥，硬个吞的吼，我爱死爱死，好食好食呢！吼，哎呀，人个好意你办吼，嘛袂使讲不爱食呢！吼，所以予我印象足好个啦！吼，啊，我是讲啊，我都要来遮读册，吼，啊，要来参观这个博览会。啊，这个美国朋友讲问题哈，伊即马透早呢，就甲载去博览会门口口。啊，伊讲下晡时哈，啊5点钟啊哈，伊会来甲载安尼哈。
所以我迄、那个要一个博览会要刷的时阵，伊就来甲载转因兜吼，因兜住四五天安尼吼，所以这我拢袂记吼。啊，所以了后呢，我就西雅图要转，要去这个 Pittsburgh， 我学校伫这个叫做宾州啦吼 ，Pennsylvania 吼。那是美国的差不多东北边，哦，差不多 New York State 啊 ，New York 州的较西边一丝啊呢，哈。啊，伊就问我讲，啊，你要安那去？我迄阵就想想讲，无咱来坐巴士嘞，哈，坐巴士先做观光，哈。啊，但西雅图坐到 Pittsburgh， 哇，伊就咧海头嘞，伊讲你要坐巴士哦。啊，我迄阵嘛无啥物概念，咧讲新大陆遮尔啊大吼，我想讲，你台北坐个屏东嘛七八点钟吼，上加火车九点钟尔咧吼，阁毋是咧。结果我坐迄个牛奶香巴士，飞过好诶吼，坐偌久呢？是差不多五暝六日啦，哦啊，坐一个吼。去到险破病，因为安那呢？你拢伫车内，啊，这台巴士直直走安尼吼，啊，你也困伫车内，啊，食饭时伊就照迄时间吼，停在迄个车站的边啊吼，有迄个 cafeteria 卖迄个简餐迄种吼，啊，就食迄尔，啊，所以嘛无啥物青菜水果吼，好啊，坐到位安尼，喙齿疼吼。拢整起来安尼吼，所以就是有遮经过吼。啊，我1962到美国吼，啊，1963呢，啊，我就收到这个日本吼，啊，有出版这个叫做《台湾青年》啦吼，这是伫日本发行的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刊物吼，一挂日本的留学生办的吼。啊，就了解，台湾原来吼，啊，受到这个国民党的压迫，吼，啊，台湾人受到欺负，啊，伫美国，我阁读这个 George Kerr 的《Formosa Betrayed》，吼，被出卖台湾，啊，阁了解讲228事件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呢？吼，啊，因为了解台湾的情形，啊，所以。我伫1963呢，就加入去伫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吼，一直到这个1970年。啊，1970年呢，迄当时的蒋经国伫台湾，伊是行政院的副院长，啊，佫毋是行政院长吼，是副院长。啊，蒋介石呢，准备要培养蒋经国啊呢，啊，所以佮派去美国。哦，啊！即海外即留学生呢，知影即个消息呢，哦，非常兴奋安尼吼，讲、哇，即足好机会吼，伊、哦、若来美国，啊，来甲结落掉啊吼，啊，台湾就独立啊咧吼，大家拢安尼想，哦，大部分的留学生拢安尼想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哦，阮就准备啊，哦，啊，准备迄阵我是即、这个。世界台湾独立联盟的这个秘书长吼，啊，我叫这个联盟的人吼，啊，摕这个枪，摕枪支来互我呢吼，啊，准备要甲刺杀就对了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年4月24日吼，伊伫这个 New York City 吼，诶，一间旅馆 Hotel Plaza 吼，要伫遐办一个 luncheon 就是。迄、那个午餐的宴会吼，啊，请美国一挂迄个生意人啊来参加呢吼。哇，这个机会真好啊吼！啊，所以迄天呢，啊，阮透早呢，啊，就去旅馆啊。哇，旅馆内底吼，好，迄个 lobby 内底大厅拢整治人员，吼。啊，咱知影美国有迄个州的这个。政治人员吼，便衣的制服的吼，啊，纽约市吼有伊个便衣的啊，甲制服的政治人员吼，
即个蒋经国家己扎起个保镖，哦，规大堆拢伫个大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吴文亮先生啊，伊迄当时呢是考那个大学博士班的学生，哦，伊伫迄个时代呢，都含李登辉共学校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共即个啊系就对啦，吼、哦，但是共一间学校，啊，伊就是。啊，准备开枪吼！啊，伊秘伫迄个政治人员内底吼！啊，因为政治人员呢，拢无共单位去个，啊，所以互相嘛无一定熟识啊。啊，所以人就甲看做伊是政治人员吼，伊秘伫人群内底吼！啊，所以伫十二点个时阵吼，啊，即、這个蒋经国就坐迄个乌头车到即个旅馆个头前吼。啊，有人甲开门，啊，伊就慢慢行向即、這个啊旅馆的大厅。啊，入去大厅了后吼，伊、哦、行向一个旋转的门吼。迄、哦、当时呢，啊，吴文亮就开始开枪啊。哦，伊手举起来要开枪啊吼。啊，但是徛伫吴文亮先生的隔壁呢，啊，拄啊伫个警察，就穿制服的警察吼。哦诶，这警察目睭尾看讲有人手举起吼，怎啊将伊手甲拢放顶悬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开开这门枪呢，插将近个塔空呢，差不多二十公分，拍无着呢吼、哦。啊，但是第一门枪拍去了，哇，大厅就大乱啊啦吼、哦。啊，吴文亮先生呢，和这个警察呢，和这大汉哦，手甲杀咧，甲刺咧涂骹。啊！佮饲咧涂骹的时阵吼，啊边啊警察拢围我来吼，大家拢佮跌落去涂骹吼。啊，即吴文亮先生吼，伊人真细汉吼，伊就等即个警察的脚的中就弄出来安尼吼，怎啊徛起来吼？伊讲 ：“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”伊讲：“让我徛起来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吼。”伊意思讲：“莫佮饲咧涂骹吼，我徛起来安尼吼。”啊，结果呢，伊讲的这个头版的新闻的诶，这个标题呢，都是这句话哈 ：“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” 安尼哈。啊，这就是这个刺枪的这个案件哈。啊，因为吴文亮先生用刺落去涂骹的时阵，我人是伫迄个旅馆的门口哈。啊，我看到我就冲我去哈。啊！结果枪也未到咯，警察冒一个吼，用个警棍甲冒一个，我昏昏去啊吼！啊，所以整个这个刺枪案件吼，唯一老火是我吼，我头壳煞这个目镜也拱破吼！啊，结果呢，我枪啊，到尾去送去病院吼，天差不多六七针嘛呢，唯一老火煞我本人吼！啊，结果我两个都予警察。抓起来吼，啊，拘留啊，了被这个美国的法院检察官起诉吼，阮两个人都以这个杀人未遂，甲阮起诉了吼。啊，到尾呢，过一年了吼，都开始开庭啊，哦，无遂开庭啦吼。啊，开庭了后，就是这个。吴文亮先生因为现场伊方抓到，所以现行，人咧讲个现行犯啦吼，啊，所以伊讲，哎、欸，我承认是我开枪个，吼、哦，伊讲承认伊是做安尼吼，啊，我迄阵就讲无啦，啊，我含这无关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开始开庭吼、哦，啊，就检方就去调一挂证人吼、哦，来证明我有罪咧吼，啊，结果呢？主要是这支枪，是有登记的这支枪安尼吼。啊，拿枪来给我的是这个台湾人，是台独人民的人吼，姓陈吼。啊，伊住伫这个美国的南部，啊，离这纽约州吼、啊、有经过几耐州啦吼。啊，美国的联邦法呢，有一个法就是讲，你若提武器。越过州的界线，就违反联邦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检察官因为枪有
穿有登记，所以找到这个人吼，伊就去遐讲，你爱出来作证吼，啊，若无要甲你起诉吼，你违反联邦法。哇，这个姓陈的这个吼，惊啊皮皮喘呢，都出来作证安尼吼，啊，就讲伊当时吼，这个枪枪支摕来给我，啊，这要创啥物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法院陪审团啊，就判我有罪安尼吼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阮两个拢有罪。啊，所以法官讲安尼好，啊，无恁两个吼，无时无日啊出庭，啊，要宣判呢吼。啊，所以一这一天呢，啊，阮两个拢流酸了哈。啊，我飞离开美国哈，飞咱瑞典去。啊，迄当时我毋是美国的公民，嘛无美国护照咧。啊，嘛无台湾的护照咧，拢无咧。结果我是借朋友护照，啊，陪人随便去哈。啊，黄文良先生呢，伊是走到迄个加拿大去哈。啊，虽然是安尼，我去到瑞典哈，有请到瑞典政府的这个政治庇护。啊，虽然有政治庇护呢，美国向瑞典政府啊。提出引渡啦吼，啊，所以经过引渡的官司呢，我到尾嘛，予引渡返去美国吼，啊，予美国法院甲判五年的徒刑吼，啊，所以我伫美国予关一年个月吼，美国是你若刑期三分之坐满吼，你就会当加刑，啊，出狱安尼吼，所以美国就坐一年十个月啦吼。啊！了，我就等于水电，啊，个弹头啊，去开始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水电这个国家确实吼，真好一个国家啦吼。咱知影北欧吼有四个国家吼，水电、挪威、啊、丹麦，啊，佮加一个芬兰吼。就咱咧讲个北欧四国吼，北欧四国安尼吼，伊所在是真冷吼。啊，但是真水哈，真水的这个国家哈。啊，咱知啊，咱咧用的诺基亚手机，啊，就是芬兰的哈，芬兰的手机安尼。所以这是大概哈，这个市场的这个案件啊，这个经过啦哈，我大概了解哈。在迄个1970年代，哦，离即马已经40几年啊哈，有发生这代志哈。啊，拄拄啊，有讲过讲，哎，台湾咧选总统，哎，啊，到底是真啊假的吼？啊，咱知影，吼，一个迄个中国的历史吼，拢有迄个改朝换代啦吼。哦，比如讲，呾汉朝换去啥物吼？啊，较近的就是讲，啊，明朝啊变作清朝吼，啊，清朝变作中华民国。诶，啊是安怎呢？明朝和清朝引导吼，啊，明朝就无去啊，改朝啊变作清朝，啊，这是政府的这个改变，伊的国家嘛是还佫叫做中国，吼，所以明朝是中国，清朝嘛是中国啊，吼，啊，清朝和孙中山革命佫佮推翻的时阵。清朝嘛无去啊，伊变作中华民国。意思就是政府改变，但是国家无改变，伊还阁叫做中国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呢，伊内战，国民党甲共产党的内战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倒，啊，中华民国嘛无去啊。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伊这个中国无改变，还佫伫咧。但是无同的，就是讲明朝也好，清朝也好，是完全被消灭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国的内战呢，共产党打国民党打赢，但是无完全消灭，拄拄啊靠美国将。中华民国打败这个军队政府呢，用伊个军舰
啊，再来台湾，哦，因为中华民国的内战拄拄啊含即个太平洋战争重复，哦，啊，因为即个关系，中华民国有法度靠美国运来台湾，所以伫1945年呢，中华民国就受明军马克萨的命令来接收、来占领台湾。哦，啊！1949年，共产党打赢国民党的时阵，蒋介石走路啊，啊，走来台湾，哦，啊，走来台湾变作哪？1949年的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虽然日本打败，但是台湾嘛是还佫日本的领土啊，哦。在1952年签这个旧金山合约了后，日本甲放弃台湾，啊，所以1949年呢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蒋介石是中国的中国人，逃亡来台湾，所以是流亡，哦，伊是从中国流亡来台湾的。啊，共产党呢，伊打赢国民党，但是金门马祖伊无拍过啊，金门马祖共产党无占去啊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走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无完全被消灭，吼、哦，伊还佫有金门马祖的领土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家，这个中国，它变作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有中华民国两个中国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但是咱了解吼、哦，一个国家，敢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中国的中央政府一对，真清楚啊，伫北京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的伫联合国有会员啊，啊，所以伊是中央政府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，伊毋是中央政府。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啊，讲较歹就是讲，伊是一个变作叛乱的一个政府，啊，就讲叛乱团体，哦，因为因共产党整建书啊，啊，建书变叛乱啊，人个国家起来啊，有中央政府啊，啊，你走路啊，当然你袂当代表中国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拢一直拢教育讲，咱是中国。啊！咱代表全中国代表拢咱个吼，咱拢互教育安尼，其实迄拢假个吼、哦。其实毋是中华民国是走路啊来台湾流亡来台湾，伊毋是一个国家吼，伊、哦、只不过是一个政府，一个流亡政府，一个叛乱个一个政府。安尼个时阵，伊要安怎选总统呢？应该毋是。伊毋是咧选总统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即摆就讲到即、這个一个国家啊，甲一个政府的即个观念，吼、哦。国家袂变，但政府会变，吼、哦。伊若有人起来反对叛乱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推翻即、這个政府就推翻啊。但是国家无变动，吼、哦。中国依然是中国安尼，吼、哦。这是大概即、這个，互大家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是安怎？现在来台湾，伊毋是一个国家。啊，美国也一再咧讲，中华民国毋是国家，哈、哦。啊，台湾嘛，啊，佫毋是一个国家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，所以即摆吼，咱来讲啊，自1920年代以来，哈、哦。即台湾精英啦吼，所谓的精英就是知识分子，啊，对一寡台湾的问题有较了解、较清楚的吼。啊，在座各位就是2011年吼、啊，台湾人的精英吼、啊，咱对一般人有较清楚吼。啊，台湾问题安尼吼，啊，即台湾精英遮尼啊拍拼吼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哦，是安怎到即马，咱台湾人的即个地位，吼、哦，
啊，佫无变台湾人，啊，佫无家己建立家己的国家吼、哦。啊，1920年，咱知影吼，即、哦這个马关条约啊，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吼、哦。伫1895年签的，就是即个日清吼、哦，日本佮清朝的即个战争，吼、哦、啊，日本拍赢吼。哦啊！要求将台湾割予日本，所以日本摕到台湾，伊毋是硬占台湾，伊是根据条约，根据马关条约吼、哦、来摕台湾。啊，所以拄拄摕到台湾的时阵吼、哦，有即个武装的即个抵抗，吼、哦，含日本的相拍吼，啊，有真济即个电影吼、哦，咱知影吼、哦。即、这个早期有一个1895年的出电影吼，就咧写迄个抵抗日本的占领吼。啊，伫1930年代嘛，搁咧武装抵抗吼。即、这个最近出电影，迄、这个咧讲即个武侠事件吼，即、这个巴塞克吼，诶，即个事件。即嘛，还佫伫1930年代，还佫有武装的抵抗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自1920年了后呢，武装的抵抗渐渐走入去社会运动，吼。啊，所以伫1920年吼，伫日本东京一个台湾人的留学生吼，成立即个新民会，吼。啊，即个新民会啊，主要是。林献堂先生吼，诶、哦，经济上诶赞助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台中五峰林家吼、哦，是台湾五大诶家族之一啦吼、哦，啊，伊对台湾诶即个社会运动吼、哦，啊，非常有贡献吼，啊，1921年吼、哦，咱知影台湾有一个文化协会，啊，文化协会呢。就是蒋渭水先生，伊是一个医生吼，啊林献堂先生吼，啊领导的吼，啊文化协会伫全台湾四界吼举办演讲会，啊要提升台湾人的这个知识水准、文化水准安尼吼，啊1922年呢，有一个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吼，啊这个会呢。是林献堂先生领导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台湾议会举行，这是日文啦吼，啊，主要就是咧讲要求日本呢，和台湾参加，啊，就讲参与即个日本的即个政治，和台湾人会当参选即、这个啊日本的参议会，吼，啊，1926年吼，啊，台湾农民组合。哦，有一个干杰有得奖吼，两位先生领导吼、哦，啊，干杰是一个迄、那个小学的老师吼、哦，啊，伊辞掉做老师来领导这个农民组合，啊，主要是伫屏东迄个方面啦吼、哦，啊，早期的农民是拢种甘蔗，啊，和这个蔗糖会社来做糖。啊，外销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过程中，这农民呢受到会社的剥削吼，啊，所以做这个农民组合吼、哦，啊，1927年，这个文化协会分裂吼、哦，啊，有所谓的左派、右派的这个分辨吼、哦，啊，分裂了后呢，这一挂人呢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吼。哦啊，这个台湾民众党会使讲台湾政治史内底吼第一个啊政党吼、哦。啊，1928年啊，伫上海吼、哦、有这个台湾共产党成立啊。啊，1930年呢啊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、哦、啊成立安尼吼，是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吼、哦、来领导的。啊，遮个社会运动呢，啊，主要就是讲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，吼、哦，毋是要分离，毋是要建立一个台湾人的国家，
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吼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安尼吼，啊，伫即个社会运动中呢，真侪人吼，真侪台湾精英，真侪台湾优秀的台湾人呢，互即个政府打压吼，日本政府啦吼，啊，甚至被判刑关的吼，啊，有真侪啦吼，啊，这是古贵的人奶奶啦吼。啊，其中咱知影吼，赖和医生吼，啊，杨贵先生吼，这是文学家，哦，一个是中华，一个台中啦吼，这大部分拢文学家较侪吼。啊，1934年，哦，有一个台中店啦吼，啊，我特别提起台中店吼，因为我本身啊画油画吼。我是油画家，个建筑师吼。啊，台中店就是1934年成立吼。啊，这是主要呢，台湾这个文化艺术吼，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吼。啊，过去1921年啊，开始有一个所谓的地点吼。啊，台湾人的这个作品啊，送去个东京。啊，受东京即个日本的评审委员的评审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台湾人艺术家认为讲，诶，安尼唔对咧，台湾人的作品呢，应该爱伫台湾受着评审，啊，即评审委员应该是由台湾人来组成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个创会会员啦，吼，啊，陈德基无伫内底啦，吼，陈德基是。1931年就过身啦，吼，啊，所以有这个廖介春、李兆桥，吼，啊，甘水龙，甘水龙即马伫台北市的北美馆，吼，有伊个展览，吼，啊，李梅秀、杨三郎、啊，陈廷波，吼，啊，这个人，吼，是鼎鼎大名，吼，的这个台湾的艺术家，吼，非常非常伫国际上，吼，非常有名呢。哦，即摆廖介春啊、陈廷波，因遮个作品啊，伫国际拍卖内底，诶，拢过来约个，会记得咯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可见台湾人伫1930年代诶，即个艺术的成就都非常非常的悬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1930年代会使讲是台湾艺术文化。也是个黄金时期啦，吼！啊，一直到这个1945年，吼，日本战败了，开始行入去黑暗时期，吼！啊，1941年啊，咱知影杀太平洋战争啊爆发发生，啊，日本攻打这个珍珠港，吼！啊，所以美国就是向日本宣战，吼！啊，1941年，真侪台湾留学生啊，拢走去日本读册，吼、哦。啊，经过日本呢，啊，走到中国华北去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安怎走去中国华北呢？因为咱了解吼、哦，日本伫中国华北成立一个满洲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需要足侪人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足侪机会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留学生。真侪拢走咱华北去吼，啊，可惜呢，伫迄个时代，台湾人唔敢表明家己是台湾人吼，啊，彼此呢用白纸吼，啊来做暗号吼，表示咱是台湾来安尼吼，啊，即个有法度去留学的，当然是走咱华北去吼，啊，即个无法度留学的呢，留伫台湾的呢。就予日本呢顶掉吼，啊去南洋作战吼、啊，有的是做军夫，有的是做兵安尼吼，啊结果呢死伫这个南洋作战吼，啊无转来真济啦吼。啊，1945哦，日本、台湾拢战败哦，台湾迄当时是日本的领土，哦。啊，所以即个祖国派，然后伫中国即个台湾人呢，啊，就对蒋介石呢，
啊，就转来台湾，啊，要接受台湾回归祖国安尼吼。但是两年后吼，就发生这个228事件，啊，这个祖国派因的梦就碎去啊，啊，所以嘛，因为这个228事件，佮促成台湾应该要独立的这个想法。这个思想啦，哈、哦！啊，228事件被害死的哈、哦，估计呢有20,000的人以上啦，哈、哦！啊，确切的数字啊，无人知啦，哈、哦！真侪人是讲唔念20,000人，应该较济啦，哈、哦！啊，这其中啊是写几个人念念哈，像林茂生先生、陈吉、张七龙，这是华人那边的人哈、哦，张七龙。伊较悲惨啦吼，伊一家吼、哦，老爸以外，还佫三个后生，拢清杀去吼，一家安尼清杀了侪人吼、哦。啊，陈林波吼，这个画家嘛是228事件内底啊，互拍死安尼吼。啊，迄当时的知识分子若无拍死，啊来走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些人就是走咯，吼、哦，比如讲贾雪红、杨克红，吼、哦，这中部的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廖文业先生、苏明先生等等，吼、哦，有的走到香港去中国，啊，廖文业、苏明呢，走到日本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贾雪红是一个真杰出的台湾女性，伊台中人，吼、哦。伊本身呢，厝人散家吼，也是奉卖做养女，奉卖来卖去吼。啊，伫养女的这个命运内底，伊家己打拼吼，啊，来领导台湾共产党吼。啊，尾仔呢，奉派伊到莫斯科大学吼，去莫斯科大学读册安尼吼，一个会使讲真传奇性吼，真杰出的台湾女性吼。啊，廖文业先生呢，伊是分林西丽人，西丽的大家庭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西丽这个大家族嘛真优秀吼、哦。廖家呢，拢总出七个美国博士，吼、哦，真优秀的这家庭吼、哦。啊，苏明先生啊嘛是吼、哦，苏明先生走去日本，啊，伊安那走的呢？伊当时国民党要甲掠啊，啊，伊就想办法走，啊，伊要安怎走？伊当时伫迄个年代，咱知影台湾南部出产金蕉，足侪金蕉拢外销去日本。啊，金蕉要安怎运去日本？就是家人吼，啊，用一人一人吼，啊，扛去船顶，啊，佮载去日本吼，啊，所以。苏明先生呢，伊就装作空工吼，伫夹金蕉的吼，伊就金蕉的人啊摸嘞吼，啊就夹去船顶安尼吼，啊爬去啊船顶了，伊就秘在迄个仓库内底吼，啊船开去的时阵，去到日本的时阵，伊佮跳船，吼，啊跳船的时阵，伫日本请这个政治庇护啦吼。诶，照讲袂当啊！日本掠着要甲送倒转来啊！啊，结果呢，国民党这边呢有一个公文去日本，我们要求迄、那个通缉苏明先生吼、哦。啊，日本政府甲知影讲啊，伊是被通缉的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互苏明先生政治庇护，是因为安尼才救着苏明安尼吼。啊，所以。即个真优秀的台湾人吼，啊，即马苏明是已经回来伫台湾吼，已经将近90岁，啊，搁咧从事独立运动啦吼，一生从事独立运动吼，真无简单啦吼。啊，伊伫日本是读即个政治经济学吼，啊，之后呢，伊去到日本，会变啊生活。哦，伊也无法度和厝里的人联络啊。伊厝当然是大家庭吼、哦，有钱，但是无法度联络。
所以靠家己呢，伫即个地地吼、哦，日本地地即所在，伊是卖面哦，吼、哦，卖什么面呢？因为伊捌去中国吼、哦，含共产党吼、哦，做伙拍即个啊国民党，啊，所以伫东北学一寡变啊做水饺啦、面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日本遐卖面。啊，因为日本人伫华北足济啊，都因为战败了吼，从华北撤退转来。啊，因为捌伫华北大个人吼，伫东部咱知爱食面啊，所以面食吼啊生意足好吼，生意好甲伊存一寡钱去买地起大楼，吼啊即摆靠伊用大楼吼啊来咧做独立运动安尼吼。啊，廖文嘅先生吼，伊真优秀嘅一个博士吼，啊，国民党要甲掠啊吼，啊，人伫日本啊，掠袂到啊，啊，国民党真优秀咧，人掠伊袂到，啊，要掠啥？掠伊亲情啊，掠伊兄弟啊，掠因兄嫂啊，掠因兄哥嘅囝，哇，总掠就对啦，啊，因廖家嘅财产总没收。啊，将伊个兄弟吼，佮判死刑，啊，要求廖文杰、廖文杰吼，爱转来，伊若无转来，恁兄弟吼、兄哥、小弟拢死刑，啊，你财产全没收，吼、哦，啊，各位，恁若廖文杰先生时，你要安怎决定？你是要继续留在日本做独立运动，还是转来台湾？哦，委屈回来台湾救恁这亲情，哦，这是天人交战的一个决定啊。到尾廖文杰吼、哦、决定回来，哦、啊，回来了，因这兄哥小弟吼、哦，啊，因兄哥的囝由死刑变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变作关三四年放出来呢，啊，一部分的财产呢，刑的。啊！廖文的先生呢，去做石门水库的库长，去管石门水库哈、啊。所以回来是真委屈啦哈。啊，到尾嘛无偌久就过身啦哈、啊。一个真优秀的台湾人哈，啊，伊的祖父就是安尼。啊，拄拄我有讲吼，1949年啊，蒋介石啊，和共产党拍败，爱流亡。在台湾吼，啊，打败了后呢，中华民国伫中国已经死亡啊，啊，无中华民国啊，伊就推翻啊，共产党推翻吼，啊，蒋介石是在野哦，伊迄个国民党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一个副总统，叫做李宗仁啊，代理总统吼，啊，1949年。被打败了，啊，李宗仁走啊，伊走来美国去啊，啊，蒋介石是在野吼，啊，走来台湾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流亡来台湾，但是过一年吼，1950年，啊，蒋介石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伊要转来做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叫做四行四世，复行四世啦，吼、哦，这咱拢知影吼，伊讲伊要做总统，爱、啊、就真正做中华民国总统，吼、哦。啊，了后呢，开始50年代、60年代白色恐怖吼，啊，非常惨烈吼。白色恐怖唔呀，杀台湾人，啊，杀中国人、外省人，啊，拢照杀啊呢。啊，即个杀无死，大家就走啊吼。啊，一直到1952年，即、这个旧金山合约吼 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哈、啊。开始签吼，48个国家甲日本签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啊，这个旧金山合约签了，台湾变成做啊被日本放弃，吼、啊，啊，无讲要予什么人吼，啊，1952年有一个叫做日本叫做日华啦吼，日本甲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签一个合约，和平条约。和平条约内底较有一条，较讲
过去日本时代的这些日本籍的台湾人，就是讲1945年留伫台湾这台湾人呢，因的种呢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籍，哦，伊英文是称 deemed to be 被视为啦，吼，哦，唔是讲一定是安尼，就是甲因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吼，哦。啊，所以咱伫1952年，哦，日本籍的人就雄雄呢变作中华民国籍，但是这个立法和平条约呢，伫1979年已经失效啊。啊，结果呢，到底咱的籍是毋是还阁是中华民国籍，所以无人知吼。哦啊，1950、60年代吼，啊，即台湾精英有会走啊，啊走去各国啊，从事台湾独立运动吼，啊，伫美国就是1956年吼，啊成立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，伊叫做 Formosans Free Formosa， 哦，啊，即成立这五个人吼，大部分拢过身啊啦吼，即马就是。一个罗主义先生，啊个弟咧杨东杰，啊有转来台湾哈，啊林美德先生嘛弟咧哈，啊1957呢，咱知影台湾开始这个啊台湾地方自治一个选举啦哈，啊有所谓这省议会五好长哈，啊其中有一个柯世贤哈，伊是女性哈。所以是五好一方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即个先辈呢，啊，拢过身啊吼，啊，1964啊，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啊，即就是潘明敏先生吼，咱了解吼，甲即个贾聪敏啊，甲魏定条吼，伊两个学生开始写即个自救宣言，啊，即个自救宣言伫1964年吼，白色恐怖的年代，加工啊，反攻大陆无望吼，啊，台湾爱经过民主的选举啊，选这领导人吼。伫，哦，迄个年代你话反攻大陆无望，哇，这抬头做咧吼。迄阵咱的教育就是要反攻大陆啊，哦，你讲反攻大陆无望啊，哦，这抬头做。啊，所以这三人就抓起来吼，啊，就判刑啊。1970年吼，啊，咱知影有这个世界性的独立联盟成立吼，啊，这领导者呢，蔡东营、张灿宏、罗文良、陈良志吼，这即马拢转来伫台湾啦吼。啊，1970年啊，潘明敏先生因为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所以国民党该软禁，吼，哦，因为受到海外一个压力，吼，哦，美国的压力，唔敢该判刑，吼，哦，啊，将潘明敏先生软禁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伊被软禁，被监视，吼，哦，被了白啊监视，哎，啊，伊变啊逃脱去瑞典，吼，哦，人伫台湾啊，变啊走去瑞典，吼，哦。啊，伊就是上一步啦，吼！伊逐日拢关伫厝内，啊，伊就逐日拢徛伫伊客厅的窗仔前哦，啊，就互即个监视了爸仔看，看伊人哪个伫咧啊，啊，开始流喙手，开始流头毛，吼！哇，有一天喙手就足好啊，足侪喙手的就对啦，吼！啊，一个美国的宣教师，吼！我那福州的吼，啊来个拜访安尼吼，啊结果因两个人对调吼，哦，变作美国的这个宣教师，这个福州的，隔天呢，徛在因客厅的窗仔前吼，哦，啊这个廖伯啊远远看，哎，啊就一个福州的徛伫遐吼，伊，哦，无走安尼，结果是潘明敏先生离开因家吼，啊坐船去香港。啊！但香港啊，飞去瑞典安尼吼，啊，结果人飞到瑞典呢，
这尿白啊，报告照写哈。我平平先生还佫徛伫伊客厅个窗仔口安尼吼，人还佫伫遐。其实伊人已经走出去安尼，伊是安尼走出去吼。啊，1970年吼，啊有这气象个事件。啊，1971年吼，蒋介石集体代表吼被驱出联合国。啊，咱拢互教育安怎呢？咱拢互教育讲。中华民国驱出联合国啊，其实唔是，吼、哦，伊联合国国语文呢写甲足清楚，就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被驱出联合国，中华民国无被驱出联合国，伊还佫留伫联合国，啊，伊个名呢，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嘛是中国啊，啊，就名改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咱拢讲无啦，中华民国脱出联合国啊，唔是啦。啊，所以即马民间就是讲，哦，咱爱阁等于联合国哦，就有一个什么欢联吼，等于联合国就运动吼，还未通啊，因为中国已经有代表伫联合国内底啊，所以无可能用联合国用中华民国的名等于联合国吼。哦啊，1975蒋介石死亡吼，啊，1977年中了教会啊发表这个台湾人权宣言吼，啊，话讲台湾应该变成做新个独立的国家吼。伫、啊、迄个年代，刚刚来讲嘛，真勇敢啦吼。啊，1978蒋经国呢继续独裁统治台湾。啊，1979吼，啊，咱了解高雄有一个美丽岛事件吼，啊，真侪人吼，黄信介、徐明钓因遮人吼，都掠去判刑吼，军法审判吼。啊，1979这个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吼，伊开始无要成立中华民国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！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后呢，美国呢有通过一个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哦，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、哦》哈，啊，这是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哈、哦。啊，咱了解就讲，哎、欸、啊，美国那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和台湾发生一挂关系。台湾若是一个国家的时阵，就是要有条约，哦，国家啊国家应该就是条约啊，啊条约经过国会通过啊，但是台湾关系法毋是，是美国单方面的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啊所以真清楚，美国认为台湾毋是一个国家，哈、哦，啊所以台湾关系法内底就是讲。伫1979年以前，伊叫做中华民国诶吼。1979年正月初开始呢，伊个叫做统治台湾统治当局，还是台湾地理当局？吼、哦，伊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，是一个地理当局吼。安、哦、尼真清楚，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啊，1986呢？啊，咱知影民进党成立啊，1987年呢，啊，这个戒严呢，长达38年的戒严戒毒吼，啊，戒毒了后，伊嘛是照人掠人啊吼、啊，所以这个蔡友全、柯作定呢，嘛是受逮捕判刑吼、啊，啊，戒严了，因为无危险性啊吼、啊，所以真侪台湾人啊，到来。国民党的这个体制内底选举吼，啊，1989年，郑南榕先生啊自焚安尼吼，啊，1990呢，啊，就是伫海外江苏这个独立运动这人开始叫做回流啦吼，啊，转来台湾开始拢走转来台湾吼，啊，这人吼，比如蔡同英、张灿龙。陈东山、柯点在、王永南、李应元等等吼，这人拢转来吼、
啊，回来嘛是吼、哦、跳来双股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我是1991才回来吼、哦，啊，我要回来的时阵嘛是乌名单，无法度回来啊。啊，迄当时我摕的是迄个瑞典的护照，啊，所以我怎啊飞去日本东京吼、哦，啊，要等东京签签证回来台湾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去到日本的时阵，这个办事处就甲我讲，啊，你有机票无？我讲无啊，还袂买啊。伊讲你若买机票来吼，啊，签证就要给我呢。哇、哦，迄阵真欢喜呢吼，30年毋捌转来吼。啊，讲机票买咧就有签证啊，赞啊！哦，进去买一个机票吼，啊，了真正签证就给我吼。啊，当然我签的时阵，毋是写我的地主宅的名啦吼，因为我护照是瑞典护照吼，伊无中国字啊，无汉字吼，啊，所以我也翻作地，我翻作姓地吼。啊，所以唔知我送呢，我签证就给我吼，哇，足欢喜的啦，我会当转来呢吼。啊，结果拄啊拄到日本过年吼，拄啊正月初一过年吼。哦，我头尾将近30年唔去到亚洲吼、哦，日本这个所在，哇，足闹热嘞，像我好啊，啊无去佚佗一两天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伊这个签证的过程吼、哦，有报转来台湾，啊你摕瑞典护照要来台湾嘞，无几个人啊，所以查查伊大概知影我诶，这是虾米人安尼吼，啊所以我转来到桃园机场的时阵吼。哦passport 和这个过海关验的时候无问题啊，啊，但是输入去迄个我的生日吼，电脑开始做记号啊，伊乌名单拢用生日吼，甲你做记号啦吼，啊，所以就讲，等下，我就随意叫人啊吼，啊，所以叫伊上司来吼，啊，上司就要袂到真两就甲我发，郑先生安怎吼。啊，就讲歹势吼，啊，你袂使入境安尼吼。我那袂当入境，我这本护照是真的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签证嘛真的啊，那袂使入来。伊讲无啦，歹势啦吼，伊、哦、这个行政疏忽啦吼、哦，啊，这签证发唔到。我发唔到是领导的代志啊，我有签证，我来当入来啊吼。底下咪拄几波呢吼，都无要我入去吼。哦，伫遐等了无3-4点钟，啊，尾仔派了4-5个少年囡仔吼，穿迄个皮的夹克吼，我都将我揽来吼，甲举起来，甲卷起来就对了，卷起来伫总伊机场啊，甲送来飞机内底吼，佮愿意甲背转来东京安尼吼，哦，我迄阵袂足受气安尼吼。人都已经踏伫桃园的土地啊，啊无法度入来吼。我讲安尼好，安尼我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安尼吼。所以我伫1991年吼，正月哦赶出去，啊我6月就阁转来吼。啊我转来安那转啊，我经过桃园机场，啊就行入来安尼吼。啊你要安那行入来？我摕别人的护照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护照呢，嘛找真久呢，来找一个和我的官度相同的吼，啊，面型接近的，年龄接近的吼，啊，找到这个人，啊，甲拜托安尼讲，护照小照咧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安尼吼，等上山机场转来安尼，啊，转来无代志啊，啊，隔天我就开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吼。啊！你要找我吼，啊，要安怎找我安尼吼？我想我这无代志啊，我转来家己故乡哪有做？即阮家啊，我若袂当转来吼，啊，我都袂去锁匙，我搬厂我转来啊，无毋对啊吼。啊，结果国民党就用什么叫做国安法违法入境，吼，啊，甲起诉咧吼。我讲起诉可能是起一个意思的吧，因为这后面带转来拢。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啊，哦，钱高高的无代志啊。结果呢，哦，这个判官还阁真歹呢，吼、
甲判一年的徒刑，一年要关咧。啊，结果呢，一年365天拢甲关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叫转来台湾去关一年，吼、哦。伫美国关一年10个月呢，吼、哦，才要关一年，吼、哦。啊，关一年等于甲判2年。安怎讲呢？迄当时的国民党法律就是讲，你若刑期2年，吼、哦。啊！你关一年，啊你！你就会当出去啊！吼！啊！你若判一年，你来关个满一年，吼！啊，等于甲判2年啊！吼、啊！所以我伫台湾关3个监狱啦，吼、啊！甲拘留的时阵，伫台北土城，啊，土城关的时阵哦，我甲一个重刑犯、那杀人的犯关做伙，啊，我来抗议咧，吼、啊！我这一年轻刑的吼，啊，你若含重刑犯乖乖做伙，安袂使啦，你爱一个房间给我。伊讲无法度嘞，我这无房间啊嘞。我不管啊，你爱一个房间，我要独居就对啦。伊讲袂使啦，你独居你若自杀哦，啊，我要安怎吼？无爱给我嘞吼，啊，到尾找人去法务部讲吼。伊讲好啦，即摆高雄燕巢有一个所在，你当一个人一间诶。我想想讲，啊，你关相共啊，台北关、高雄关共意思啊。我讲好，啊，所以我同我将我甲关到高雄燕巢吼。哇、哦，一间房间偌大间诶呢，普通关10几个，关我一个吼、哦。但是地板烂烂啦，地板安尼搭来会立来迄种啦，吼、哦。但是至少我食饭饱，住内底还阁会通运动吼、哦。啊，关伫高雄燕巢吼，我听讲你若刑期一年内底吼，会当申请去叫做外押监啦吼、哦，外衣监啦。什么叫做外押监？就是监到内底无围墙啦吼、哦。啊，你有周休二日啦吼、哦，你拜六礼拜会使请假出去外口吼。袂歹哦。啊，恁呢？恁的家人哦，会使拜六礼拜来甲你拜访的。哦，啊，即落咧度假咧，哪会歹？安尼我甲你请看卖。啊，因我袂使啦，你这案件袂准啦。我不管啦，请看卖。啊，请来阁有准的吼、哦，怎啊阁甲送去台南山上的外衣间啦吼？所以伫台湾我一三个感觉，哦、有这個故事吼。哦啊，所以海外这人就拢转来吼，啊，结果转来，大家拢走落去选举，吼、哦。伫海外的独立运动，咧创啥？就是讲，我要用一切的手段，要拍倒国民党，吼、哦。这是迄个台独联盟的宗旨哦，第一条安尼讲哦，一切手段拍倒中华民国。啊，结果会当转来，大家投入中华民国选举啊。即摆毋是要拍倒中华民国，即摆是要转来中华民国来做官呢，做立法委员呢，都变安尼吼。啊，1990年呢，啊，李登辉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啦吼。啊，91年吼，啊，我转来迄年拄啊拄着独台会有一个独立台湾会案件吼，啊，三个优秀的台湾人去掠起。讲因迄个有去拜访苏明，所以安尼有罪，啊，所以抓起来吼，啊，所以开始即个一百行动联名。什么叫做一百行动联名呢？就刑法100条，讲你头壳若咧想什么的时阵，就是有罪啊，吼、啊，你头壳想讲要推翻国民党，安尼有罪，吼、啊，啊，所以这条无合理啊，吼、啊。啊，所以就有这个行动联盟，啊，结果呢，行动联盟成功，这个刑法100条提掉，啊，了后真济关伫内底人拢放出来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安尼放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1996吼，咱知影，李登辉变成做中华民国民选总统，吼、哦，第一任的总统，啊、哦，啊，即马2000年呀，吼、哦。啊，2000年阿扁啊选总统，选调咧，台湾囡仔选总统选调吼，哎、哦、嘛想讲，咱来经过正名运动，
正名建国，嘛有法度建国啊。结果呢，正名运动未通啦吼，未通。不但安尼吼，啊变啊本身嘛拍来乌了，即马搁咧关吼。所以，咱未当透过中华民国体制的选举来改变台湾的地位。2006年哈，啊，咱了解林志升先生顶哈，有200几个人联合哈，向美国政府提出告诉，要告美国政府哈，你要告美国政府，啊，你的要告的这个理由，你还充足呢，啊，无你要哪共告哈？啊，第二就是讲，你告美国政府来请美国的律师呢，啊，美国律师，伊摕美金的呢，唔是摕台币呢，啊，这钱，吼、哦，你若无相当的把握，你敢敢人告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因的论点吼、哦、是安那论点呢？因是讲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美国呢？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吼、哦，会写甲足清楚。美国就是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吼、哦。啊，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美国征服日本，打赢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台湾呢，应该是被美国征服，吼、哦，啊，变作一个美合并的领土。并无并入美国的领土，啊，佮未合并的领土吼、哦。啊，根据美国的宪法，伫即个海外吼未、哦、合并领土顶管的台湾人吼，即、哦、在本土的台湾人呢，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即个保护，应该享受美国宪法的即保护之下的基本人权吼、哦，包括。一个旅行吼，诶，即个基本人权啊，所以照讲咧，美国呢爱互咱即个旅行诶，即个证件吼，啊，因叫做台湾人是非公民诶，美国国民吼，啊，所以即个论述呢，是拄啊即个讲师吼 ，Richard Hutzel 吼，啊，林志升先生诶，即个论述啦吼，啊，即个论述。我的了解哈，就是讲，但1945年到今嘛，对台湾地位的论述上正确、上精彩的论述啦哈。而且这论述呢，佮经过美国法院的验证呢，美国国务院嘛派呢律师哈，伫这个法院内底辩论哈，啊，伊这个整个的辩论哈。有记录，啊，这个记录翻作中文吼、哦，各位呐有法度去找，因为网络应该有啦吼、哦，真精彩就论述，啊，这个你个读个知个啊，原来这个论述吼、哦，讲到台湾地位的这个正确性吼、哦，讲啊真好吼、哦，啊，经过三年的时间吼、哦，最高法院做一个判决。这个法官伫这辩论内底嘛讲啊清楚，伊讲咱这个论述吼，伊无法度挑战，无法度挑战咱的论述吼。啊，伊咧讲台湾呢60几年来吼，我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台湾无有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吼，啊，台湾伫国际社会中呢，无有一个确定的地位。那唔知咱地位是虾米吼？但是呢，虾米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？这个问题啊，那我都确定，法院都有法度处理吼。啊，伊咧讲，虾米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呢？这是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吼。啊，所以伊是讲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法院无法度。佫继续审落去吼，啊，所以将林志升先生这个案呢，都
搁置啦，吼、哦，毋是讲甲你驳回啥物吼，就是安尼甲你判决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判决文嘛写啊真好啊，吼、哦，确实台湾的目前的现况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美国啊一直咧甲咱讲吼，你讲控四年、控六年、控七年，吼、哦，陆陆续续拢讲啊，台湾毋是一个主权的国家，吼、哦。到目前啊，佫毋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啊，最近伫美国诶，即个 Missouri Kansas City 吼、哦，诶，台湾派去，还是讲中华民国派去迄个代表处诶处长，嘛是互迄个 FBI 抓起来，吼、哦，诶，啊，台湾即边是讲，诶，阮是外口官咧，你会使抓阮诶人？啊，美国的法律那边就讲，无你台湾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无享有这个豁免权吼、哦，所以照甲你抓起来，哦，啊，这点嘛证明讲你台湾毋是国家啊，你若是一个国家，你派去美国的，那便是叫做代表处，那无叫做大使馆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的。派去的人叫做代表，那毋是叫做大使，吼、哦，足清楚吼，还、哦、毋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所以即马咱了解吼、哦，台湾问题的即个症结啦吼，伊、哦、到底台湾问题即倒位，就是爱需要美国国会啊有法度提案来处理。台湾问题，台湾问题较有法度震动啦吼。啊，即马国务院因为根据美国本身的利益，伊爱维持现状吼。啊，六十几年来，美国政策就是所谓的模糊政策啦吼。互你真模糊，伊无爱讲台湾的地位是安怎，吼，无爱讲旧金山合约美国的。地位是安怎？我拢无要讲啊，就放予伊安尼继续落去吼，继续落去对美国的利益靠利益啊，因为中华民国继续占领台湾，爱继续向美国卖武器啊，向美国卖武器，这钱毋是一亿两亿个，算刁个呢，吼、哦，这钱吼，你爱向美国卖啊？啊，所以美国有这理由，伊无爱吼。除非中国若出手要打台湾，可能美国就会吼、哦、会出手啦吼、哦。所以到目前的情形吼、哦，台湾问题解决来美国，爱靠美国。所以最后呢，现在吼、哦，2011年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的情形啊，到底要安怎来？引领咱这个时代吼、哦，啊，民政府呢，到目前，我是认为吼、哦，应该该看作是一个运动，一个社会运动吼、哦。咱还阁毋是会当坐伫办公厅伫办公的一个政府，咱是一个社会运动中的一个团体吼、哦。啊，咱来继续，因为咱即马办到21届吼。哦差不多训练千几个尔尔吼，啊，佫无法度即个物件扩大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来继续啊办遮个即个学院吼，啊，咱知影咱个方向，知影咱个诶正确性吼、哦，啊，台湾问题要解决，就是爱看咱在座各位人若愈济，即、這个力量就愈济吼。哦啊、所以我是咧讲，这叫做 People's Power， 人民的力量吼、哦。咱在中东吼、哦，比如讲埃及开始，哇，这埃及的人拢站出来，哦，伫都市内底示威抗议，结果因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啊，吼、哦，足济啦吼、哦，啊，也门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利比亚。啊，即马四月啊嘛呢吼，拢爱人民来站出来。啊，即马是咱的人伤少，即个力量伤少吼。
假使咱这论述知影的人若济，莫讲偌济啦吼，你若讲人口的一趴徛出来，啊不得了啊吼，有50万人徛出来，100万人徛出来，美国一定爱处理啊吼。啊，所以这是靠咱大家吼，咱转移了后，应该爱继续将这个论述继续讲。咱的亲戚50，咱的囡仔，咱的新妇，咱的孙仔，爱继续个讲啊，吼，讲这台湾的代志，让大家当个较了解，较侪人站出来安尼吼。啊，即马即个民政府就是伫12月吼，即个月20要去日本，啊，要去日本创啥？要迄个敬拜迄个靖国神社吼。因为新社内底有将近30000名的台湾人的兵啊吼，牺牲即马拜伫迄个所在，台湾人还阁毋捌去拜吼，第一拜吼，啊，即摆要阁去迄个日本天皇生日吼，啊，要阁祝寿吼，啊，咱就组一个团吼，拢总有140名吼，即马还阁差。啊，佫剩6位吼，也袂满啦吼。各位若有意思，我认为这是会使讲是历史事件吼，真有历史性诶吼。去日本即个动作呢，啊，当然会引起日本诶即个媒体诶注意，对台湾问题诶注意。啊，即个台湾诶即个媒体吼，日本诶媒体即个消息一定会传到个台湾吼。啊，所以是真有意义的一个旅行啦吼。啊，各位若剩6个名额吼，若有意思的人会使去报名吼。啊，咱今仔的课吼，啊，讲到遮吼，啊，若剩的时间，看大家有啥问题要来分享，啊，要来交流吼，啊，我有各位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安尼吼。啊，看大家有啥物问题要来分享一下呢？吼、各位啦，无问题吼，咱就提早5分钟下课吼，啊，提早食饭吼，大家可能坐真久啊吼，我要赶时吼，饭食食较袂寒吼。安尼，咱今仔个课啊，伫这所在来结束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。加贼。